说到变形金刚，你第一个会想到谁？今天开箱高度接近60厘米的1:8大黄蜂，零件分包共5692颗粒数。有人知道大黄蜂 DJ Rainbow Man 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吗？先从头部拼起，头部用砖块零件搭建，细节还原很到位，结实内部骨架支撑身体，可通过转动后方蓝色齿轮来实现对髋关节的调节。充满科技感的外甲，结实度也是非常棒。平转关节，踝关节平转流畅，膝关节运动流畅，踝关节可活动范围大。最后就来到了手部拼装，肩关节、肘关节、